他好像他站在他的角度，他觉得这是小概率嘛。但是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上，我觉得就真的是，因为好像这个刹车门的事件有点太多了吧？你正常一辆车不太会这样子吧？如果是车的责任的话，一定是特斯拉要负责的。嗯，他如果那种不妥协的话，店大欺客吧，有点这种感觉。人他还在这里，还能为自己维权，已经就是说挺那个的了。那如果说出现更大的事故，那特斯拉怎么办？